泰國有皇室支持者舉行大型集會。過千個穿著黃色衫的示威者聚集在曼谷市中心一個公園，不少人手持泰王哇扎拉龍宮的相，他們不滿反政府示威者冒犯皇室和君主立憲制，要求他們不要再批評皇室。部分人朝早一度前往美國大使館外抗議，要求美國停止干涉泰國內政，分化泰國民眾。